我刚去宜兰进餐啊。OK 呢，最近呢 ，GoGoRo 一直在台湾各地呢办进餐的工作。那今天呢，11月22号在台南这个海滩这边呢，也办了一次进餐。那我们这次来看看说活动到底怎么样。然后，不要不见哦，因为凭这个，等下全部东西收完就是领赠品，然后这个，哎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找一下主办人杨叔叔。这一次为什么要办进餐？进餐呢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都有在办一些爱心活动，那有断了一两年，想说今年就再来一次。那因为今年有跟着 GoGoRo 一起环岛进餐过，我觉得台南好像也需要来一场，因为之前跳过了台南，之前台南还比较干净，没错。那我们就安排个11月份，看是不是累积比较多垃圾，我们再一起来捡，所以让各位台南的车友可以体验一下进餐的整个过程，然后还希望他们都有带小朋友来，对， okay. 一起让小朋友知道环境该怎么样来，对，环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提袋的话，出去买个饮料、买便当都可以装。那记得私讯粉丝专推，来开始义卖，开始义卖，哪里？私讯永辉，或是到永辉，或是到骑士咖啡，对，或是直接私讯杨叔叔，这个都可以预购哦。含运吗？含运哦。含运，含运，嘿，含运哦。一，那个今天来进餐呢，就是要来捡垃圾的。垃圾，垃圾。没有什么垃圾在现场啊？要抢垃圾吗？我都捡完了、啊。哦。三个来、啊。嗨。那一堆杨叔叔都对啊。辛苦你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真的是有垃圾的哦。在呢，海滩太干净了，所以呢，一群人就跑来树丛那边呢，看看有什么垃圾。然后大的概念就是说，反正海滩捡不到垃圾呢，那就是在树丛捡吧，反正都是垃圾，把它干净掉就对了。大概从前面大概300-400公尺，然后捡了一圈，应该海滩蛮干净的，没什么东西可以捡。有 Q 耳下吗？我捡到什么吗？哎、欸，这 Q 无嘞，这还捡得到、欸，是吧？认真捡的话，还是有垃圾的哦。的垃圾啊！你这个只做防护啊？对啊。我捡到超多好东西的。有路好吗？我这条这条路快等了，这双运动。好嘞，六点七。哎，有谁要拍照了吗？要一起的就进来到我们队伍里面。3、2、1，谢谢各位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准备到、后面帐篷来领取我们最后的礼品。记得你的手上印章的车友们呢，都可以到那边领。领完呢，就是自由时间了。啊、
就各位可以玩水啦、踏水啦，可是要注意安全啦，要上位回家的也都可以了。谢谢各位的参加，谢谢各位参加。好，我们顺便呢听一下今天我们垃圾捡的成果哈、哦，在一般垃圾呢是66.44公斤，那回收物呢是106.34公斤，106.34公斤，总重呢是172.78公斤，差不多。外面还有一个大轮胎没有测到，还有个大轮胎，好，再加个100好了。没有 ，OK， 至少也有40公斤。好，谢谢各位今天的参加，其他未来还有机会，我们再一起出来，还有更多的海滩，然后还有很多的车友活动，我们都可以来参加。谢谢各位哦，如果各位手还有空间的话，给自己一个掌声，感谢哦，谢谢，谢谢。所以我们这次呢进滩大概200多公斤，这么多人来，我们今天一一二进滩活动结束了，结束。哦，连耍呢两礼拜拢咧拼活动，是挂点。OK 啦，那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加入会员哦。OK， 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变脸吗？还跟杰瑞叔叔拍一张。你会变脸吗？可以来变一下吗？你怎么变的？好厉害、哦！我每次看影片都觉得好厉害哦。你怎么变的？你怎么变脸的？你跟叔叔讲，你要怎么变脸？怎么？你讲一下，算你3分。就是拿起来就变了。是哦，拿起来就变了。听说你有一个很厉害的助手，对不对？很厉害哦。他超厉害的。乌鸦羽。哈哈哈哈哈。好厉害，那个最近超红的。好了。谢谢杰伦叔叔，金发，金发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 ，Rocker。